这个战术看起来。Hello, Dog Sky 一，今天我们三剑客呢来到排球场，要来体验这个排球的魅力。那也是诚如我之前所说的，通常呢不玩这么轻的东西啊，不是我们看不起，对，也不是我们练太壮，真的是因为我们的对反应力真的是跟不上了，真的。你们看哦，像排球啊、羽球或是桌球这种越轻的球类，它真的反应力真的要。越快，飞得快，而且你要用很长的时间去练习，才能跟对手对打如流，嗯，才会好看嘛。哎，想到我们上一次打排球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情？说的是那个很大颗的大黑球，黑黑的，很重的那一颗嘛，药牌赛。对啊，可是那一颗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反应，我们需要很强大的肌力。那既然呢来到别人的专项领域，当然就邀请到我们的排球专项国手。大家好，我们是台北金童女排。哇，欢迎牛姐以乐。大家好，想问一下，两位现在目前是现役吗？我是现役，然后牛姐是教练，我是已经是教练了。目前一任是打什么位置？我目前是举球员，然后就是俗称的二传手。举球员就是所谓就是场上的军师的概念，你要很了解就是敌人跟自己这一方的球员的状况。那牛姐以前是？我之前是主攻手，就是专门在两边炮标之杆的地方攻击的选手。攻击手，所以你们两个有一起在场上过吗？有，我们3年前有一起在场上打过球，然后后来其实28岁就退役了。28岁退役以后，将近7年的时间，退役7年以后，因为那时候台北金华刚成立，所以需要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主攻手。那时候外援还没有找到，所以我就先充当外援。像排球上面有很多啊，比如说从发球好了。然后你还要举球、拦网，还要杀球，更多的是一些战术的运用。那我们今天三剑客呢，就是想来体验一下里面最有破坏力的杀球。那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则。比赛规则由乙任担任举球员，轮流做球给三剑客杀球，一人6次机会，看谁能成功夺下最多分。一次一人上场，其余人在防守区域做防守。如果拦网成功，或是有将杀球救起并打回攻击方区域，则判定进攻失败。但在比赛开始前呢，就要跟我们台北金华女排的各位请教一下，要怎么杀球？你们只要记得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脚启动的时候出发，是左右左。左右左。你们只要记得第一个步伐是左右靠上以后就跳起来了。左右走，那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走。第二个步骤，起跳的时候手呈现一个躬身的动作，这个很重要，胸部要挺起来。第三个步骤，球看到球以后，手掌会呈现跟球一样的弧形。记得扣球是这样子叫扣球哦，球手都是球形，会击到球以后去做下转下抓的动作，旋转。只要记得这三个步骤，你们等一下就扣的。看一下正确的动作好不好？然后等一下你们就跟着左右左，然后手的摆动是前后前，前后前，左右左，前后前，对前，对这个啊，可以大家可以做明显，因为现在还没有球，左的时候重心就可以往前压跳，对，你要把它都踩深一点，就会很好做。对，所以不要，对了，不用太急，因为现在练动作嘛，先把动作练了，等一下球的高度也够，你们就可以真的压很深以后跳起来以后扣球。我们试看，球要有高度，懂吗？对，你怎么变左撇子了？刚刚
三位有看到那个球升起来以后，开始会有一个地方是停，开始准备下降。升上去差不多不升，要准备下降的时候，就是你跳的时候了。对，好，很帅啊！好，慢点。你手可以超过网子，但是你不能碰到。可以超过网子扣球，但是要记得回来。好，那经过我们这个练习了之后呢，准备比赛要开始了。由我们第一棒，就是我们的那个破关机械。他刚刚怎么样？他刚很强。很强。没错。每一球都给我们压下来。没错。等一下，我们就是在我们体力最好的时候，先干掉他。先干掉他，防守防住。我是打人不打球。呛瞎了。三颗球就很打。但我们发现多了一位滚滚珠公台主。那台主今天是担任自由球员的角色。就是抓漏，准备好了吗？药师，好了，好了，那我们比赛准备开始哦。哎呦，这篮网很可怕哎，会有脸吃球的风险哎，篮不太到，真的，不管了。第二颗，界内吗？不是，台主加油，台主，等一下，我张梦也加油。我发现好像都自由球员，是不是？哎，下上，哎，我不，到了。第几球？第49。第三一。三分。守住了。非常没有用。待会靠你了，好厉害啊！来吧，来喽！哎呦，这样有得分。我们球只要没过去都，能马上直接打回去。还要摸的，摸个小力。对，三一。哎！哦！哦！我等下就摸的。
完啦，好强！你可不可以去当自由球员？没有，没有，厉害！不会啊，拦不住啊！哦。在讨论战术了，直接来吧。我们这边那个金牌自由球员都准备好了，来喽！前面，前面，好，前面，前面。前面哇，差一点，差一点。我被你骗了。我是看球，不知道他要比，他要比你。哦，好。来第二颗。打到我头哎！有挡到，我都挡到。好攻啊！我不高兴。来喽！来，有没有奖杯？来，因为我也不熟你啊。那你帮我锁钥匙好了。不是，我想说，如果叫你还是过分比较丢脸，还是我锁你比较好。锁我好了，用尽全力锁我好了。来，对。就是想要抓到最高点，对，但是你就变太早掉，对，再给我一球，来，再给我一球，好，来这里，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好，那我们开始比赛了吗？我已经输了，已经输了，已经输了。有打过排球还是我打的？哦，你有打过排球？就是高中女生她来打，然后没人就会抓我下去打。拿到了排球之三剑客杯的冠军，怎么样？好像没什么好值得骄傲。好像他我们哎，他说的也没错。那为什么要赢？要赢那里的才会好高兴。我们应该很好守，真的不一定，因为我们发现药师他的弹性不错，而且球点高，对，球点高，但是因为我们很难守，哦，所以他也不一定能够去拿到分数，再试试看吗？好啊，试试看。你们两个拦，我们去守，我们如果被他得分就请你们。好，真的吗？真的吗？嗯，那我想要喝饮料。你说几分？看几球？反正
六球有两球得两分，我们就请喝饮料，好不好？两分可以吗？可以，可以，两分。那你们要好好拦哦。这么起，如果你让他都没得到分，药师请你们大家喝饮料，还有我们，好不好？好啊，可以。这怎么样？我们好像都赚。对啊，因为我想喝饮料，我也想喝饮料。他赚到什么？他赚到 respect， 帅啊！可以，来，我们去手吧。对，我们是台北精华混排混合防守团队。我们不能让药师得分哦。哦，这个战术看起来。我有，走起，打回去。耶，没有了。打好大力哦！好强！球打得很好哎！开球！哇！哎，帅！他怎么打到了？进攻跟防守有不一样的好玩的地方，攻跟防之间都有那个位置的兴奋感，拦网有一个兴奋感，我很想把你拦住，然后只要碰到球就会很兴奋。对啊，后面防守的是我一定球不能砸在地上，对我也很兴奋，攻击的也很兴奋，是我要跟你斗智。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台北精华女排带我们认识了排球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球类运动，对，带我们认识了杀球。很难欸，但是如果当你掌握到一点点东西，有抓到一点诀窍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很有趣，很有兴趣，会想要继续玩，继续练下去。那今天哦，还有我们的帮我们守下两分的最大功臣，我们的公文助攻台主纪兆航。那如果大家呢想认识排球多一点的呢，可以订阅他们的频道，叫做牛排几分熟。耶、yeah! ！那想认识他们个人多一点的呢，就自己去 follow 他们的 Instagram。有任何问题呢，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纪兆航，我们下次见，拜拜。